認識的人，同埋我一直做手作的時候所遇到的人的一啲人物面貌同埋啲情緒狀態。到咗後期，我發覺可以用單純一層嘅木板同埋一隻色去表達到我認識身邊嘅人嘅一啲情感，所以我決定咧就加多咗，用咗三層唔同嘅顏色板同埋一啲色彩繽紛嘅顏色去記錄翻我遇到嘅人同埋事，仲希望呢啲人同埋事都係正面同埋又開心嘅。